上级指导就是说，那上什么都能讲，这那就是你的上级，不然不就是你们我上级指导是说，上什么都能讲，这那就是你的上级，不然不就是你们我上级指导就是说，那上什么都能讲，那就是你的上级，不然不就是你们我说。다 다른 것은 뒤 시시에 대다 가르스나다 뒤 잠루 거래 뜬딘 삼아다 잠루데 아주 남진데 잠루 아 돈데요래 뜬딘 삼아다 고 잠루 주 돈다데 하고 아 뜬딘스나 잠루데 페 페인시마 쇼시리 뜬딘 삼아다 아 다른 것은 잠루데 세지지로와 那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有关于皈依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学习有关于皈依的部分呢？因为平常呢，我们都会念诵皈依、原念皈依。但如果能够真正了解皈依的内涵的话，那么能够借由皈依而能够产生极大的胜利。드리자마자했던거죠. 밀리테야 호시 토르 밀리테야 호시 토이 감딜란 소소고 또는 시 아니 기와치 좀 간지시나 수 같이나 긴 테지 지바이나 수지 기와시마 티기와시마 지 펜톤 심부 슈중고 드리 자마자 캐논스도 시 메테는 도시 기와치 지다 가레 지라는 드리고 드리셔데 하신 거다 소슬라 펜토인 교시다 아니 개체 뭐 쉬우시 작아요 대인 정도다 뱀스 뱀 역거리 사무도 那因为呢，我们这一生能够获得极为暇满的人生，那这个暇满人生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利用在已得暇满人生的基础上去修持皈依。这样一来，不仅对于我们这一生有所注意，对于乃至来世或者是来世的来世，在每一生中啊，借由皈依也能够产生极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在得到下满人生的基础上学习皈依。他第十个是第三么当，当我做适当的时当，你不感觉起来，可吉拉天呢中国了哒，可吉拉天呢，只有天中国嘞，但吉全呢没有，只有天全呢重要嘛了哒。第三么啦，就吉瓦当马吉瓦生人当，迪瓦当丁耶生人这样，丁耶生人当，迪瓦生人这样，可吉拉天呢，托亚西的马多吉拉。jila mahtemba ko dewa tang dinge sinye si yunga yo mara ten sama na ngatsu doya te dewa re mandoya te dinge re teni sama ta dewa tang dinge ke jite ta kare kare re te samdo yako si tang che ane ta dewi jite ta gewa si yako sa na ane son jo dewa te toko yo teni sama ta kati yin na si ta gewa si sa te peke chambore 那我们知道说，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事物，都是由它各自的因缘而生的。那既然是由各自的因缘而生，所以我们就要去探讨，它是由什么样的因而生呢？那因为就以果来讲，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快乐，并且呢，希望不要受苦。但是苦乐这个是属于果相的部分，那它的因是什么呢？所以必须要学习善因、恶因是什么。我们既有了知这个苦乐之因，那我们才能够符合自己的需求，符合自己的期待，希望能够获得快乐，那么就应该要去种或者累积，能够获得快乐之因，希望能够排除这个痛苦啊，就要能够避免造作痛苦的因。tendin samala ko jimdigin do tang sin te ko yam sembure ko karsna ko jitte chi chong chong zi na kon jeo te yach thodi samala an jeo te pa chembu zar zi thoe yo te ko gewa ta ma gewa na chi pare ko ma gewa na ko jeo ji chong chong zu sa na kon jeo te yach thodi samala pe chembu zar zi ane gewa na yang chi tambu sa di samala chong chong zu sa na yang kon jeo me di samala ko chembu zar zi ko gītik jimriyāṁ tādī chakayore tē nā jī shilokā ngā tsū chī tā chī shāndōṅ gu zhāndā, chī mē tōkō zhāndā 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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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ī
다 그리고 망부시 요라 그런 또 당부의 기대는 사회에서는 배 총총을 했고 옛날에 그런 이런 류대야 지리 잡아도 배 전부 쇼지 찬루 요라다 대낮에 기와다 마기와 사디 잡아라 그 디스미 사면은 그 류대 배 전부 쇼지다 솔라 토아요 된 잡아다 가서 다리 잠도 그 세디 잡아라 잠도 대시 땅이 개 전부 쇼레 잠도 통마를 해지 잡아라 개 첨부당 아니 펜도 첨부 요래. 所以因果呢是非常稀奇的，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藉由如是因啊，他只要呢各方面的语言具备，那就会感得如是果。所以种什么样的因，那么在未来就很容易产生啊相同的一个属性的一个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因果的道理，在认识因果的道理过程中，会发现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就是原先种下的因，它是如此的微小，但最后产生的果却是如此的巨大。这是因生果的法则当中一个非常令人惊奇之处，或者说因果的特色。那不仅外在因果如此，内在因果更是加剧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种下了一个微小的因，我的起心动念种下一个微小的因，最后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果。这也都是在因生果的一个道理当中，当我们去探究的时候会发现到的一个现象。所以更应该谨慎的去面对我们所种下的任何的因。Tak tadi semua tadi ngah tu jamur saya tadi jayi ti tip jayi gajah jantung di tadi semua ngah tu cacing tak diure ni takku tandang ini na shortan jekang tu atau ngah tu dah cikbal shortan jekang ngah cikta ini cang tu di subjek tadi cing tu cacing ruby jimsen ni cacing ruby tu ni penyen ni lapsha ni tak subjek jen tu subjek jadi 향수 던도지 하고 사나 아니 잡스 잠주고 던도 야고지 하고 그래. 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有关于皈依的内容呢，也就是佛教入门皈依引导文，那它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对于大家上课学习来讲，无疑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缘，很大的帮助。那特别就是在进入佛教入门皈依引导文之前，它有一段科判，我们借由科判先大概了解这一部论当中它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它提到皈依之因相，第二个提到皈依之方法，第三个提到皈依的功德，也就皈依的胜利，那第四个说到皈依的学处。等这些等你怎么当当我说jamru chigwa te karre lana rwata jamru chigwa te karre lana ta dridish reko susu chi susu kangen ji the de na rwata kangen shu ji the de na ani rokpa ji ke cha rokpa chi ta kangen te le chi thae la chi niwa yin ju mat dridish ga ani susu ga la ani nga rokpa ji che ro chi pha la yin na ani mat te chi ani rokpa ji ga niwa ta 아니 rōkpa chīyā gā dōpa chāsāng yuwa nā sōsō kāngā tēli dōy tūkuru wā tā tēnā jā ngā sō sāngjī lā jāmru chīyā tēyā sōsō kōhā tāngi sōngā tēngi lī pāsī chīyā lā anī sāngjī gā tā chī gōngkyō nā rō nā jī tā sō mōlum jā tāng tēli shirī tā 那简单来说什么是皈依啊如果要以一个比较通俗的比较白话的一个解释皈依就是寻求帮助皈依就是寻求帮助，所以呢，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我们在寻求帮助会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什么样的现象啊？我们一定是找具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他也有想要帮助我们的动机哦，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所以对方具有能够帮助我们的能力功德。而且又有想要帮助我们的动机，因为具有上述所说的这些条件，所以当我们去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受益，
就会得到帮助。所以皈依来说也是相同的道理，只是对象是针对导师师尊。第다아주어가르르나아주신들라고된루네고생양고어강에고다아지여러다지제가나시기등에세비준다지다어디여레양지게니젬바드리나요등에남다여러다니잠바아주단단히도낭제제아니지게니젬바드리키마고야시로와아니든지지다콘초코치다아까서곤교나라나지다고이치치아니텔라모람겨드리제나아니시다어쨌든고이딩이지아니하던데다닌루던데니소키마고야닌루딩엘리다소드니예치던다데바세주와치니짱루얀마모치웨나아니소키와네치와바트아니지닌루네니사와니키모고교든지다차가요드니자마나소치산길라지모능자들자마나다코와당에서된간레이나다지교로나가지드니다예치던모능자들다다개체시되리다所以佛教的皈依当中，它指的就是我们需要向导师世尊寻求帮助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寻求帮助呢？当然，除了刚刚所说的，我们皈依主要就是寻求帮助啊。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有需要帮助吗？这也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我们这一生投身到善趣里面，但是在善趣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譬如像生老病死的痛苦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而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有别于其他道，譬如像在恶道的友情，那他们可能要面对的困难跟问题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寻求帮助的点在于我们希望能够解除这一生所遇到的很多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避免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堕于恶趣的这件事。所以基于上述所说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帮助。那寻求帮助的方法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要皈依的对象或者对境必须要带有信心，然后呢要对他至诚的虔诚的发愿 祈祷，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发愿祈祷，并且带有信心，然后呢产生一个想要皈依的心。这等于是等于怎么的工作你要做的他上级工作你要做的我就上级了他上级的钱他你去你够定的你去他定的看的是那的你用不过去你去等于是他上级的工作拿到的他得把他一些修这些什么的소소치든지등에등용마가되가르라나상제때아니지다가리캠바당다캠바당세와당니와생이다고등지급에다연대사성다조대교등지시리다타심바다고샘제탐제등에다트나냠베냥지쌈말이상제가띠나샘제탐제등에리마리쿄구인쌈베쭘두구인냥지디가띠나요하지아니코롱티쿄비니와인코롱차상요하지다아송은대바스인주가제나다띠뚝견이수다하딩에간리시겠나다순용마고와하딩에들을줘야다드리시용구였다所以说呢在我们提到要皈依导师世尊，他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定要对所皈依的境导师世尊来就是带有信心啊。那要怎么样带有信心呢？所以要了知他的功德啊。我们所皈依的对象殊胜的对境，它具有悲依自利的功德，所有的一切它皆悉了知，并且对友情带有相续不断的这种强烈的大悲心，然后它还具有能力，具有势力，所以在具备这样的功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对它油然的升起信心。在对于导师世尊油然升起信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向他皈依，向他祈祷，希望我们能够免除痛苦，希望我们不要去受苦啊。那当我们的这一种心策发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导师世尊那产生一颗皈依的心。
산지 니와스니데 어다 삼기 미치바에 된디 세스 그런 오네 땅아츠도 삼로톰 땡오네 얌세무시오리 땅아츠도 잠잔 드리용 거야 땅아츠 끝든 디가 송주아 용구요레 아니시다 땅보 아츠 장제디 삼마라 따치 그스르 꾀난다도 응외난다도 치다 집자 카레나 체요 말 그런 꾸치 장 아니 텔라치다 swam ramnenda che ane swam mon tal de samala ane pe kare kuti sula son jwa yong yore ane chita ti chi chita tele ho thoya tan dram da yong yore tandi che ane ngo su ta su sula ta sa ji ge selam ji ga tandi chi phi tan da ma zo ke zo ja ju tela ten ta ma zo to ku yoro da佛世尊的能力或者威神力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佛世尊的能力呢，它是没有任何阻碍性的。当有情虔诚的祈祷，比如像我们会 塑造、佛陀他的这个塑像，然后我们就会做供养啊，内心会很虔诚跟他祈祷。当我们内心一旦虔诚跟他祈祷的时候，那导师世尊他完全能够了解，完全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并且呢，他就会不管他身在何处，他无远弗届，他都能够来到我们的跟前，并且能够加持我们。这个就是导师世尊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当阿尊都是去设立个，当阿尊单单的个盲目有了的，个等的是亚地杰做，你得了咱们的杰，得了杰咱们的苦，开始个松软呀，当咱们的用阿的开始了呢。ti ko jibcha te seri nandra, ngay nandra, seri ta ngay ki chepar choni maare, ko seri ki niwayang maare, ngay ki niwayang maare. Ina yang koron sanji hukkandu se zhang di zamala, zhang chadi zamala, ta ti shen lo ka angay, ane nga cho chik song zhoya taan, ta tena tene ngay to toya taan, ta tene yung guya ta. 所以我们常常会请佛像嘛，那我们请了佛像以后，我们就可能会请师长来开光。当开光的时候呢，那佛就会安住莅临到这一尊佛像当中。那当开光过后，这一尊佛像虽然 它的材质可能是泥塑，有可能是木雕，有可能是铜，甚至有可能是金，但是当佛降临了以后，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它就是有真正的佛安住在其中，所以我们向他祈祷的时候，那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利益。他等的是，等的是咱们的上帝哥，他这个摩提觉那张都安尼吉他坐觉那都看的那，然后呢有那背有会有，然后呢这稍微有了，安尼等的是上帝哥得了上帝哥背他，就上帝哥他所说的得把起来呢，得了上帝哥背你话吃什么就他得了等于说了。他有的你怎么能够当的个人家就当当个人家就得看得清楚呢上帝那个上路当中你别了得了得把当你说我们的呢说了得拿人的心路得透过有的。所以一般来说代表佛的这种像有很多方式去呈现，比如像画像画像的呈现或者是说塑像，所以会有这个佛的唐卡也好，或者是佛的这个塑像铜像等等不管什么样的像，开光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对于佛像做开光。开光之后，那么我们所供奉的佛像，它就真正具有佛的功德在其中。这个时候，我们怀着信心虔诚的来做祈祷，来做供养，我们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益力。等的是的，等的什么？就当当的告诉他，就逻辑上等的盲目下有的，那当我做去做那个嘛，当我讲做逻辑，这个让我去写过了吧。所以有关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典故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每个典故都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简短的介绍一个过去有发生过的真实的案例。那电影里怎么了？他不能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么的当你的就没觉得就的三千步一百多百个人可三千步你有的他对我们家人的三千步的
kala zhang zha yu chi, ane sanji ga ram ne chi, tandi kisa chenpo zire, kisa chenpo de kale kale chi, jiman do se gyana ne shi ya denta, nepane ma denta cha mata, pula kiti nye, ane pula ta lere da, dendri chi tuwa re da. 那在西藏就是说有所谓的等身佛像，那等身佛像完全是依据就是说导师世尊当时的样貌，在那样的一个顺应的当时的样貌，那当时的年纪所刻画出来的一尊像。那后来就是有从尼泊尔以及另外从中国然后传到了西藏。Then this is a good thing. It touched on his touch and bore. Any boba to sope that deba shoes your that tepe good thing is sangi, money is a shoe. Yen Sanson Tenishimato, Jembazi, Chuni Sanguyomare. The thing is a good thing. It has a yore. Any book that such a taramo, doani tape, Chengata Juan Jaga Yongure, tape, the Massichiga Ju, Thomas in Jena.Song and song, Jigamar, the Kongzu Yishi Shu, Chiji Tapi, Kali Jajita, the Saja Kasako, the Juan Jaga Yongu, the Kongzu. So, Zilian Jun, for the Zilian Denshin for Shang, Shi Fei Chang Jen Gui, the Juyo for the Jatsi. So, you saw Tang Ta Yin Chin Dao, Xi Zhang, Naju Be Kong Fong Zai Lhasa, Binche Turbi with a Gai, Jigger Da Zhao Si, Xiao Zhao Si, like Zhou Kong Fong.可以说是非常西藏非常珍贵的佛像，因此所有的藏人呢会慕名而来，因为听闻到拉萨有供奉这样殊胜的佛宝，所以大家就会慕名而来，甚至有一些从很远的地方来朝圣，然后来礼拜导师世尊。那这些的什么了？他让帮你主恩节干用的什么了？你控制主恩都是你这。아니 주어 무슨다 그도 송즈 무슨 정규요 말아. 다 얘나 콘소 약해 시작을 해서 같이 최종 다 주어다 시작이요래. 아니 니마시 아니 다 주 강바들 한국즈 무슨 게요 말아. 단 도스 대대요라다. 아니 제가 신이 보라시가 니라래. 다 그냥 같이나 한국 주님도 다 다 근카들이나 디 장모이지래. 대리사, 다 파지 그런 거, 단 근데 최면도 자죠, 최면요래, 아니 돌마요래, 아니 그런 거 보라디라래, 다 그런 사이트 다 니마 딱봐 그런 넘디나 아니, 그 삼바텐도 쓰기지 아니 사대요스레다, 가다 패신 들기지데나, 강바드베다, 다 쇼차그레, 다 그런 그런 거 잘라지요, 다 잘라데 그런 거 디스냐들, 아니 그런 한국시, 아니 뉴욕고 라지, 아니 그런 거 잘라데 주어서자, 아니 보라디다. 그게 다 한국 요관 조사다. 那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藏人，然后他是这个一位老先生啊，那他也是从很远的藏地是很辽阔，他从远的地方来到拉萨来朝圣啊。这个时候他看到佛的等身像啊，供奉在拉萨这个寺院当中了。那他就看着佛像啊，就想说，哇，你今年累月啊，你都没有穿鞋子啊，因为佛像。基本上是得盘坐的吧，他是不可能会有人画佛像然后上面有鞋子啊，所以佛都是赤脚的，都没有穿鞋子。那他就想说在您的前面有供奉着酥油灯啊，那也有这个供奉着一些食物吧。那他就想说，那应该你是不会挨饿的，因为你可能就是在人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拿着这个大饼然后去沾那个酥油灯里面的酥油，然后你就可以饱餐了一顿了，所以你在食物方面应该是没有缺乏的，但是你的脚是光的，所以你可能缺乏的是鞋子，所以他就想着说，我要来帮这个佛陀买一双鞋子，让他可以不要再受寒了。那他因为从外地来的嘛，所以他带了很多的行李啊，行囊啊，他就把它放在这个就是寺院的这个就是佛像的旁边，然后想着说我先去买帮佛买鞋子啊，那等一下再过来。等地你怎么了？你可能个家老当，但人们的常常住都是住宅了的。你过年的用钱，你但住这边人们的也帮上都家老的都是买有关的什么？你住送进去，你家老的家属等你但俺这个用你等地是个你俺那住宅就是，你家属的，但等地住。
送你生准备了的，你生准备的。所以他就想说，既然我身上很多大包小包嘛，那我因为要去帮这个佛陀买鞋嘛，所以我这些东西没地方放，所以他就跟佛陀说，那我就先放在你这边，然后请佛陀帮忙照看一下啊，那我去买一下鞋子，待会就回来，所以他就把他的行李都放在佛陀的旁边。等你这，等你怎么的？还是九月底的，没得办就等了，送人家就等，等你办忙不了的。但得做的干啥嘞？说说个得把当的一起修，接着呢，送人家要的。你这，但是你哥哥听到嘛的，看你现在的，九月的生了，等你过九月当，等你用不了的大哥。那当有人呢、要把他东西移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就听到佛陀、就是开金口，就跟他说、这个是某一个老先生要帮我买鞋，他把东西放在这，所以你不要把他东西拿走啊，所以就帮他看管了这些行李啊，所以那个人就惊吓到，所以在当时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有感应，就是因为呢大家都相信他就是真正的佛陀，所以有很多人的感应都能够直接跟这个佛像，本身佛的佛像能够沟通，甚至能够听到佛陀为他们说法，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一个事迹。等你是等你怎么当我做商业了，工作上了讲不住的，等你什么突然的做的感觉，商业可能跟你，但是甚至他们这个被商业的原来查账的，他被唱差了，当我做跟你搞的过来，得把养活自己，他被。대박같이휘치와있는수술라텔라법이다산지건축라잡순루장루그신루때토크요래드린자마다쪼대가르가띠나베대박지야드드베깨치깨치무슈즈래다所以呢，从这些很多的过去的典故啊，那我们就可以得知一个道理，就是佛世尊是真实存在，并且他也真正具有这个功德，然后具有能够救拔我们的能力。问题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办法产生极为虔诚的信心，相信佛世尊真正存在，并且对他发起至诚的祈祷跟皈依的心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等你是的，等你怎么的？刚的我做讲这些，你怎么了？但当你我做巴的这个当下有了，但讲做巴的。讲到出生八点多、三点多，你八点那时候，他被是他讲的，我那时候他叔叔跟邻居那块的有三十八点，我那时候他叔叔了，自己得有等你讲三不多少。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来修一下皈依，就是我们都有看到佛像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面对着佛像，但是最主要是心里要去观想。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在网络上也看到，在网络上也看到佛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观想说佛真的在我们的跟前，然后他真实的存在，我们对他自心的做观想，并且祈祷，做这样的一个练习。那等你是说，等你怎么的？叔叔他陪邻居男看到，你等你他记得东巴沙家特巴去，你东巴沙家特巴个特卡得了，你。要多去尝试，安尼要多去尝个特瓜的啦，后面就是三六档，安尼有啊的啦，那之前上班的嘛就有加钱做几只，安尼原本的啦，之前上班的嘛就有哒，哒三六档的，就是安尼要多的啦，伢们心里就是有了底气，安尼顶的啦哒，喇嘛也等上级上升把我看住的，哒个帮他们行多哒，但是这里我那是安尼是有三这里三档。所以我们在顺着这一张佛像，我们在观想佛他真实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想一下佛的背后啊，以及佛的左右。佛的背后呢，他就是有金刚手菩萨，那左右呢各有文殊还有慈氏菩萨。那我们在皈依，在皈依这样的啊，具有这样的一个观想的境的佛陀，在他前方呢。还有很多的诸大善知识还有这个本尊还有很多的这个声闻缘觉等等，在佛的前方，
那我们就是大略的做这样的一个观想，但最主要是相信佛他真实的安住在中间。那印度怎么当阿祖代巴当一切界的顶级的了上级当的人呢？有三百人呢？所以代巴也好接近了，这个人上级被他人托起来，等你叫你没说，所以搞完的代巴人，这个人有些个，等你怎么的？你开始我们去。다지대상고파바토메지대상고두디자마라파바토메당부니마데두디자마지대상고에서펩사열데이나그런거통구위험을딱로진이지고다그런거통하러와대지대자마나지대상고가단단바다치는거가마통하대중거다드파당단지응기마통하러마통지는거당부니유에들이송하러와대낭전래마초단다대파지아니투스제나상지당상심마차상배가티나수대파치와는또하나유세고드니자마다댄디징원이시여삼자니아소는지대파치검소와就像说无着菩萨他努力的想要亲见弥勒菩萨，那最后经过十二年之久，他终于能够亲见弥勒菩萨。那他就问到弥勒菩萨说，那我修你修这么久，想要见你，然后不断的修持啊，但是为什么都没有看见？弥勒菩萨说呢，其实从最初你一开始进山洞修行，我就已经在你的等前，只是你没有看见。直到呢，你真正产生了信心，啊，去除了罪障，这个时候你的福德也累积到一定程度，所以你才看到我的显现。所以我们要相信，就是说佛菩萨就在我们的前面。只是因为我们的罪业，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够，所以没有看见。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对于佛陀修持信心是很重要的。那等你是的，那等你怎么？那在曾经我那是有三十多个做，讲路要活自己，那讲路要活自己呢？那的偏远的个人讲路偏远的接送有当，别像那松鼠就接了哇，这的个人。넘바상기바차야되시지아니시기때수고저돈바다지가래개인의돈바요래개측의돈바요다돈바라마라요돈바랑와있나요수지아돈바다지특유야시기때래다게최시때소수공오마싸서줘야득바차상도득바에쇼시다매바차루가장루이한다나다지나루가되시그래아니대단양보다소쇼시조고요되시그래아니시다너희난자무마인바가너희바티수술라용구요말다잠도요구지나대치그래아니시대면손도마통하드래기와시마다티기와시마가나고면손도써니동구요말잠도요구지나시대래시대가서니코에난자타티에난자수우시모노가르다나아니수다바나지루프르세그래대치그래시대다수요고시상지트야든지드니자페인제대다잠도지페인래那皈依，如果我们能够如同刚刚所说的这种带有强烈的信心虔诚的去皈依，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胜利呢？当然一方面来讲，唯有这样的皈依，我们才能够说真正的入于佛教之门，成为一位佛教徒，跟佛法相应。再者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受戒，比如像有人会受居士戒，有人受菩萨戒，或者如果出家的话受出家的戒律，皈依都是根本，都是基础。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因为发起了真正的皈依的心，他就能够净除过去我们所造作的诸多的恶业，然后呢借此可以累积广大的福德，所以不会堕于恶趣，因为能够累积广大的福德又净除了极大的罪业，所以来世呢不会堕于恶趣啊。并且如果呢有真实的皈依的心啊，不管是任何的人、非人等想要伤害我们是没有办法伤害的。那再者呢，因为我们福德具备，所以我们内心想要承办的事业都能够迅速的承办。那最终当然借由皈依，我们能够快速的、速疾的成就无上菩提的果位。那等这些，等你怎么到天龙了，开始送不送呢？我上次就累积十八档、六八七层，啊，你得了天打落来。아니소노무초양배자신부슈드산루고드리스고여라드리자마다단다드리스고다상
겸주 진유고 페윈데 맞소 진 직된 그 즈그즈라시 요에나 직된 칼라 마숑아 던디 요레 던디 송요 던디 자마나 던디 삼로 땅치르와 아니 맞소 아 까마 심 아니 맞소 곰제 다 겸루도 스콘살 대파시제 아니 곤조고 케제 아니 겸루 사이다 아 소이 지란 归有这些胜利，所以我们想方设法的策发起一个虔诚皈依的心，这样的修炼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呢，再下来我们就是花个3到5分钟的时间，好好的就是练习这个对于三宝虔诚的皈依。首先我们要相信佛真正在我们的前方，然后我们借由这个佛的画像去想着佛真正在我们的前方，然后策发起一个对他的信心跟虔诚的皈依，做这样的一个观修的练习。他等你什么的，你孤单，他的家里那工作钱是被代表要母亲，那你讲这么多叔叔的，那么来讲就上街讲出来讲就边头讲就都杀起在说，那你那你我做干嘛？什么的那些，那我做都代表一代表要母亲些。然后在同时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要想着。佛呢，他是获得一切种智的圣者，所以他对于我的一切皆悉了知啊，特别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要想着佛他所有的一切皆悉了知，我在佛所有一切皆悉了知的情况下，然后至诚的皈依他啊，虔诚的向他做祈祷，做这样的一个练习。아니 대파지에가서당연히아주초성도서군자기또한에초성차증의특관도스페치니더스텐딘도스던지는소속조란도서더스텐디파아니더스텐디리겐차상도서마팀제리그는다지드파드파지내나자차상배다지배리드배정말배오인나지배시구나지차성상도당소가도스더스배정지然后呢，我们观想说，在我们的顶门前方啊，那导师世尊呢，他就安住在虚空之中。那当他对于我们放射光明，这个光明呢，从我的顶门而入，然后呢，涤除我们无始以来所累积的诸多的重大的罪业啊，也一并做这样的观想。当我做干嘛？什么的？想我做都是第八节呢，讲多少节呢？我们讲的呢？那我们就是3分钟的时间，心中也可以意念皈依的文，然后呢，想着刚刚所说的这些内涵而来做皈依。
Ani su chik ta li tang semna yun jo, li na yun jo na sa tang chik ta tanti kyo ngari cha sang pe ta che pe li chik ta pe chune sang ma sang chang cha sang sam lo chik tang ani sem gu na yun jo chik dripa tang dripa tsuen pe ta che pe ta li nga yasam cha sang lo pe ta tanti ta kyo ngari cha sang chay sang nyam che ani pe chik ta che suwa. 所以，借由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皈依跟观想的练习，我们要深信，我们借由刚刚观想，佛世尊所放出的光明照射我，将我所有过去的罪业以及这个业障，完全都净化无余，并且呢，我由这样的一个观想呢，将我的所有的疾病也都带走，将我所有的恶业也都带走。那我处在非常喜悦欢喜的一个状态。那等你怎么的？叔叔他一切当代把当别这句话就是怎么了？就他工作你话是你特别等你前边当个做事当的是他当的等你别盲目用过了是哪吒说哪的就别去俺们这个群里查也蛮多等你别他下去就等你别盲目着急，真的是个荣华上去的身边不上去，等你这查的就别盲目用过了，等于说做事得把的哒。那我们要相信说，当我们的内心非常虔诚的去皈依，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刚刚所说的这些利益。因为过去有很多的祖师大德，有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升起了真切的信心跟皈依的心，由此获得了殊胜的感应还有利益。那等你怎么了？过江州东，等你现在被被如果他姐姐他全部的钱就被压车就车上的工作人被，一起压车，你都是结果嘞。等你现在你过，你朋友的个来过投缘了呀？等你万一把这样，哦，等你干爹呢，现等你个如果捐的孩子呢，要是你话的样，电脑就偷偷用嘛。等你怎么的被他妻子他被让他帮你被他带把的一切，等你个他。啊，这些特别做的对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皈依不是仅仅只是为了要去除我的病痛，不是仅仅只是为了要希望我现世的痛苦可以解除，而是怀着更长远的目标跟意乐，为了希望能够利益他有情等等，以这样的动机来做皈依。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真实的皈依，发起真切的信心，的确能够在我现世当中有很多的困难都能够将它解决。那这些，那你到等到的，人把的搞嘞，江州养活钱了，那没当慢慢一把，那把个输了，那把的人中国买的这些嘞，那做这些的，那你就要什么那是硬上当，等你出来中国买的这些了，等你怎么的，他养家，那你不得把养活钱没得，工作当养他们的，工作钱个就钱是着吧，那就硬都硬上当，没当啊，就当，那你贵呢，就没当慢慢一把，等你慢用啊，就当。你书记了，上班当娘子当，他等这个男的多把是养活自己了，媳妇儿少不得，毛东也不知道。啊，你得把些是定啊的，啊你等等，这是舍不得的，啊你叔叔我讲不，啊你眼中当想出个什么样都别打算，别书记了，接送上班当说，哎我做干嘛什么的。所以，我们真心实意在皈依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是，藉由皈依，我能够得到如同佛菩萨的这种证悟，比如像真实的产生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那现阶段呢，有很多宪法当中的困难，也会因为我真心的皈依而得以解决。就像刚刚提到皈依的胜利啊，人己非人不能损害。这个都是皈依的胜利，所以呢，在我们皈依之后，我们要真实的相信说自己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觉受，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胜利。所以我们再花3到4分钟的时间并且观修说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得到这样的一个证悟。那我做干嘛是累的？那我们一样是借由3分钟来练习皈依。
드디시로와 드디시 미즈마탕아 조아따단단도스캉루야코지요르다캉루야코지아니지다아곤초상곤초스데니비지연된차상용수조같은디차아니마소야베세다네아니베데파나이시드디지자마나다소놈베마스베사요따따나가소치다가레응원서페뜨바망고타야아니소노소자치마사야마타마마이베노베메츠바네손도마통아아니네코던타트그던가레시나모름다나츠바아니녜드산지와세야시도따츠사상아도단다랑도사가레덴디자마다따소소기와자치모서자마다기와도소어치따소소심지탐지그던다아니상지기란도어쇼제모름야고자소아다까마시가모가서모름자야다所以，我们刚刚既有这样至诚恳切的修炼皈依的心，那所以有我们这样皈依的心，我们要深信啊，我们已经借由这种皈依的心，去除了我极大的罪业，并且累积了非常殊胜的福德。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将我们刚刚努力累积的善根福德，至诚的做回向啊，自心的发愿。所以，我们再以一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把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些皈依的功德呢，自心的回向。Tendi sire ta tendi sima ta nga tsu si kiamdo chi kiamdo jongen chi kisim cha tsonga sa nga tsu danda rang tu ta chi su nyong nyong zhig te yi na ta giwa kya shi mo shi u sa sha re tendi sima ta ma tendi ta ko kiamdo si nyi te ko su ndogon dogon kiamdo chan dhig yo re chi leka lega lega kiamdo chan dhig yo re te khepar kyo nima ndwa ko chi mga si chi tsok tsok chi dega wa tendi yo ma ka ti nandiri kiamdo ka samlo ta yina ane su go su nungu tsu shi u sa ndo go ta所以皈依它是能够累积殊胜福德的，我们以刚刚极短的时间就已经累积了殊胜的福德，这个就如同在皈依的胜利当中提到的，能够累积广大福聚，能够净除极大的罪业。所以我们就是要时时的就像刚刚这种练习一样自己也应该要常常的做这样的皈依。安叔叔我讲这个平原接的上路洋洋当呢那你讲这个经验多的아니대파당단디에아니희첸도레아니송원이다군주가신로스니도수토그레다所以皈依的胜利就变成是我们应该要常常去意念的，就像刚刚为大家所介绍的皈依的八大胜利这每一条都是真正真实的皈依会产生的胜利，我们要说说去思维皈依的胜利，那藉由这样来策发我们一颗虔诚的皈依的心。怎么的？当当啊，做嘉宾都是他设搭不下来了嘛？他，都把当车上都设搭出去，他到五个男班都说说了听起了，他车上都五个男班都，我得说说了听，说说另外一声当的，你上街上什么做另外一声的，各种特声的，我也没得车上什么当说。所以，我们刚刚有思维观想到说，我们所观想跟皈依的佛陀。自阳天，那佛陀呢为我们放射光明，这个光明呢完全融入我的从顶门而入，然后融入我的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借此来净化我所有的罪业，然后呢使我的福德不断的增盛。这呢上帝的神路所说如果他要来用他不全部要的你是能够没当妈妈没弄把个当啊，这个金龙的，那个金龙的，等你开始用的多，等你个那八个叔叔养起，那么他那七八十岁了的。
那我们时时的能够这样做皈依的话呢，啊，那有很多的危害对于我们就不会构成伤害，比如像人及非人的损害，或者是有很多我们在现实当中所遇到的，我们会觉得某人伤害我或者谁伤害我，借由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皈依，我们能够将所有这些伤害都能够遮止。大力去做生日，你做干嘛做啊？你可是做不到吗？好，那因为今天上课的时间到了，所以再下来就是可以有15分钟问问题的时间。做干得多。难道你减有了就爱？难道减做的重大解决啊？呢，三毛当对的，但是家里靠不着啥，看医生啊。既然得多次有了啊，呢，三个的出，我说第八的主要嘛嘞，老爸的恰的三个的恰，安尼我说的同样的必要嘛嘞，等这多次有了啊。因为我说的变成大家的重大解决，我说三个的密码工具，三个的卫生，我说破呢，我说的第八车厂怎么打把等这些密码工当等这些有的上。等于呢，等于给内出的了，但是两个车有的上。对，不是两个路嘛的，三个多把的呢，他。你这多少人了？破门的，去年的嘛，他们多少人就是有了。第三，等到我做，等到第都是三级中等的，我跟那把当，他不管的，我谁出钱都，我这家的过没话，这里怎么了？第二天就过样，第多就偏脱个有了，第个少有了。等到个三级的生活的，穷人个离开事业嘛了，就靠我爹爹那三级中等的，就靠了那些穷人去赚钱，那三级中等的多把的钱都是去赚点利润嘛。所以讲，家里结果是有了。但当我做到是得生病，就怎么了？我做到是家里结果有了。因为怎么了？三级的这个城里的甚至那边，这个悄悄的，我做的那些得生病，就等于家里结果的怎么了？啊，对，那怎样过？啊，给我的托给我，等于怎么？对你们是给我的给我嘛的？哦，那因为这边有一个问题啊，他问到说。在祈祷的时候，在向佛陀祈祷的时候，希望佛陀能够帮助自己啊。但是呢，他也想到啊，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长，我就简单讲啊。他也想到说呢，我们不是在念佛经的时候有提到“诸佛非以随喜罪，非以手足众生苦”的这个偈颂吗？所以会觉得说，自己如果没有好好修行，不断的修善啊，只是跟佛祈祷，那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以这种心态的话，就会变成说他没有办法真心诚意的跟佛祈祷。这种心态要怎么对峙呢？那首先就是说，佛所说的这一句就是说，诸佛非以随喜罪，这个是的确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一句里面提到说，诸佛非以随喜罪，非以手足众生苦的这样的一个偈颂的内涵，它是比较站在说，假设佛教徒或者是弟子们。只是呢一心的想要依靠佛，但是自己却不努力，这个很重要，自己却不努力，然后呢好像就是我坐在那边，然后呢佛就好像跟我们喂食一样啊，那我就是直接的就是可以受用了，我也不用努力，我就坐在那边就可以得到佛的喂食啊，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不对的，所以它主要是要遮止这种心态，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尽瘁己之，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忏悔，这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在自己想要努力的尽瘁己之的一个基础上来向佛祈祷，由此能够得到极大的助力，所以这两个是不相违的。人们对。就一把。因为减少的本本等于啥有咯？安尼减少的本本啥对的？大家建议松树党几百个看起来是？
那假如啥东西，这东西上级启动出来，从那上级把它弄掉，到或者是用这个东西上级弄不好，或者假如它甚至一样不啥程度啊，啊，你那么那假如上级就悄悄给你的，假如卡上啥东西多啊，那第是搞的啥难这个样的，一那当个上路当当的，啊，你卡里那关注或者看三个第八当当一切当别这就个这。아니 가브리 건축의 연된 된데요 버튼 아니 장루지나 팬 된데요 버튼 아니 던지가 겐론당 대파 뭐 쳔보지 아니다 장가사가도 백개 쳔모래 那一般在这边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格鲁派当中对于皈依修持十万遍的加行传统，那请问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修持皈依佛的吗？感谢。那的确呢，在格鲁派当中提到有关于皈依相关的修持十万遍的这一种加行法，有这个念诵就是说就是皈依发心记的，然后念诵十万遍的。那也有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四皈依啊，念诵十万遍的，这个都有。那不管是任何哪一种啊，我们在皈依的时候的那个观想的方式跟意乐，就跟刚刚所说的一样。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对于佛的功德的观想，然后自心相信佛在前方，然后自心恳切的皈依，观想佛对于我的加持啊，这个关键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念诵任何的皈依法，都是一样的。那这种讲不着啥的呗，偏全部修的。但这当你要跟弄当得把当一切的，那所说的解决没个底呢？偏做正确的当，那得把那黑全部解的呗，偏都全部有的。因为不管是在念诵任何的皈依法，对佛的信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对佛的信心要怎么策发呢？就是要思维佛的功德。在对于佛的信心的基础上来念诵，那这样一来，他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去干这那的，具体怎么了？甚至他们那偏不说，甚至他们这个都当个这个什么金龙殿堂，那你这次不就个甚至他们这个都让你上帝吉兰卓尔说的，他金龙堂，我你各地那这天那穷个给我的，他给我别加钱不当，他顶不长着的。除了皈依之外，还有就是说发心的部分，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想要利益有情的心，至心的想要利益有情。当我们至心想要利益有情的时候，这个心跟佛是相应的，因为佛也想要利益有情。所以因为要利益有情，但我们没有能力啊，所以我们希望皈依有能力的佛。所以这个时候把发心的内涵。皈依的意乐能够将它连接在一起，所累积的福德会更为殊胜。人吧。大家在弥巴中对贝纳伽玛松伽玛西的是讲过了啥？因为这当的三路当对的广西恰有嘛咯，这张伽玛济港啊恰上的开啥弥巴贡差的三路当差的，啊那。干嘛先打的啦？安尼就是东巴去吃的啥？你看这几日，安尼对的是他，但到第四百分之一的开始呢，就养当养的都是就三级托管的第四等的班都是离个这把的，大松三级养件托管的第四班养的大松三等的养件都是过来叫那样就给我嘞，就对的。但是呢，都是第八级、第四百分之一，但离个这把当第八级的大松三级、三级的时候呢？那你上进了，他过去抢个钱，现在你别得把这是得把可能刚刚那点那就够了。然后再下一个问题，说到观想的时候，一分钟就想完了所有内容，那后面可能2分钟或者3分钟就不知道做什么。那其实呢，在观想或在思维的时候，要把自己放慢啊，就是不要那么的这个急促啊，把自己放慢。可以观想说，佛在加持我们，就像刚刚提到的，放光，然后呢，自己的罪业尽除了，自己的这种烦恼尽除了，做这样的观想。那如果这样观想一轮结束以后，再观想一轮，再想一轮，然后想着说自己得到佛的加持，想着佛在自己的前方，然后就这样烁烁的好几轮，不断的去慢慢的、徐徐的去想，徐徐的去观想。
这样一来自己内心就会慢慢的串习有感觉。如果今天的时候你找回来可是得把你的工作得把你的得把你的工作得把你的得把你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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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把你的工其实我们主要做这个练习啊，是希望我们可以串习那个善心啊，因为我们平常生活一天当中，我们很少可能很少起善念，所以我们就是在至少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生善念的。那生善念就是藉由皈依的练习，我们相信三宝啊，策发起对于佛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我们就要周而复始的让它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就可以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能够累积非常殊胜的福德。但是人不敢做。今做的话我的生育了假如讲当看这几类的。但是你的假如是当等于是的。但是叔叔是的。但你当查查工作了自己的人当你当叫什么当地叫什么卡的工作全个去签字的查查的工作的路给的人是被查着呢所送的呢刚才修的车的呢你的刚才的主要的他就他没等你说说的他你签个过程啊签个的话是这种当然的去等你你要么的他가리나다자자차단초랑인스에서파소수차단시대에서삼루초라들리지해고요다那接下来问到如何将皈依融入日常生活中修行？那其实就是要把皈依跟自相续结合，跟自相续结合，跟自心结合啊。那皈依怎么样跟自心结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苦嘛，所以呢，我们借由生活当中所面对到的苦跟困难，去思维到这些都是轮回当中的过患，所以由这个苦的策动，然后来对佛产生皈依的心啊，所以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结合跟思维。第一，也是不修的是，别说那么做，拍到那等地有的，他不是去就是落魄的，包括说等地就家庭那些，这是拿的，就是那三楼那，这是土的，就等地有人开始，那那就。喇嘛当养起，给些啥项目等等都是，那你可能这些呢，当你是在这个月嘛，他前两个月打过最佳罗这些老人，那你喇嘛当这个人，当你可能你打过这个，但那种的可能，俺们给没差的，等于是松，那等到这喇嘛可能个样子，但我们等于要国家的什么呢？是慢慢一把等于不给他全年老百姓的给我们打的过。这个是那过去，打工做车上怕死这家的怎么了？用过第二位安个样子，什么个定义的嘞？主要个吃不了，休息用过的。所以就是要多练习思维皈依的胜利啊。然后呢，当我们思维皈依胜利以后，自然就会比较容易的想要去修炼皈依的心。当我们能够修炼皈依的心，那我们能够发起虔诚，哪怕只有一念，都会因此累积殊胜的福德，然后去除罪业。那同时它也会帮助我们，免除掉很多的伤害。有时候我们人会遇到很多的人跟非人的伤害嘛，我们希望能够去除。那这个都是在皈依胜利有说到的，所以都可以藉由皈依的方式而来达到。人吧。你妈的顾秀康写啊，咋把开始咯？啊，咋切过年啊？错了，不过当的多少？只能等到的咋把车队的剩的啊，俺们修修的东南几个来噻。等等，俺做兼职的重大决定的呀，但是剩的没缺吧？等得起多少？搞的是过嘛？是养鸡少，当个收入过嘛？你妈的啊，咋把先大的啊？你。说说了，去那个多少？
国国党国国党的独裁。嗯嗯嗯。今天等到的九八车队的胜利，东南几个队上，特别是还是那个国国党的，等这个胜利几样几个，因那个做江州的，变那滚球送了，加速做吧，滚球送南洛阳。三个人叫做过吧，啊，你广东人叫做，广东人叫做，对啊，你省得是啊，没缺乏的那几多少。对，主要有很多。但当我做三级去广东西啊，行多，广东西啊，对，主要给啥子嘛的？弟弟告诉广东西啊，对，怕被干涉些过个有嘞，怕被干涉些嘞。对，这个是给次主要咱们当，给龙主要咱们去抓完吃的有，弟弟广东的嘛嘞。この時は、トパヤジラキ、メンジョン、ヤナシャンチュクセンテンテキ、デマセコ、パピカンザトリオ、カンザシラ、カンダ、ケンテンセギュラ、テンディシラ、マツウキャンドチネヤン、アニコチュ、ソワヨマレ、コンゴコタングマレ、テンディシチャタイレ、タンダンガツウキンチタ、シソナシタワー、セギンディソ、テニペテカカダ。然后这边还有个问题说到。过去有被穿着僧服的出家人骗过，所以他现在对僧人就会防备。那当在对于皈依静坐观想要皈依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困难啊。请问要怎么样排除这个障碍？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就是你真正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嘛。那但是首先要先分清楚啊，我们皈依的对境就是三宝：佛宝、法宝跟僧宝。那我们知道说，佛宝指的就是导师世尊。那法宝来说呢，就是真正来讲就是灭地道地了。那僧宝来讲的话，不是指你所遇到的僧人就叫僧宝，因为僧宝必须要是圣者以上才叫僧宝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僧人都是僧宝，他只是可能有这个外相跟形象，不代表他是真正的僧宝，先做这样的一个厘清啊。所以呢，再下来就是说三宝一定都是指圣者嘛。不管是佛宝或者僧宝都是指圣者，那当然法宝不会伤害你，但是佛宝跟僧宝又是指圣者，所以三宝是不会伤害我们，不会欺骗我们的。既然如此的话，它不会构成我们对于三宝的皈依，因为那个对象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先做这个厘清。等你怎么了，等等关注什么讲出去的怎么了，当我就生气了的可能但トパヨマルワ。タ、タ、ギンディン、ラチュロングセワノジトパヨングヨテンザマタ、コンチョウスムシディズマナ、サンギコンチョウラユンデカルンド、シェコンチョウラユンデカルンド、ギンディコンチョウラユンデカルカルンド、コペチャナソンシャイロ、ウティチュングサンドタイナ、タンダギチタ、ジャワチャソン、カンディギンディコンチョウセワティ、イマゴワ、ティチュランハコリナ、タ、ジャワイナヤカンディギンディケンチョウカシユチュコロンシュ、ジャワイバチ、コロンギパピカンソウチャデナ、カンディ给你工作的这样的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修炼皈依的时候所对的境是三宝，是佛宝，是法宝，是僧宝。那真正的僧宝来说，它一定是圣者。那我们所面对到的出家众不一定都是圣者，所以呢当然它也不一定是僧宝。所以我们会被凡夫的出家众欺骗，但是圣者，属于圣者的出家众，他是不会伤害我们，不会欺骗我们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不是所有出家人都是这样的啊，有一些有修行的，甚至出家众里面也有圣者，所以呢也就是说也应该要将这两者情况先把它区别开来啊，这样一来才不会障碍自己对于三宝发起虔诚的皈依。嗯，人不看得到。那大家的初心的网络大家都被给落的枪啊都接的都接枪的上。的枪落的大家都被枪落的是他的娘的心里接下去的天呢就好都是枪落的。那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说佛陀的两边有文殊慈氏菩萨嘛，那后面呢是金刚手，但一目归图是金刚池，两者不同。那后面是金刚持佛啦，如果我刚刚翻译提到金刚手，那就是翻译可能我那时候听没有 听正确，那应该是金刚持佛没有错。非常的理想我的，要我都去唱给他去，你是星期六，
도와는 도 세야 라마시니 시치니 시치도 마요냐 시용거리 냐 지진 잠비엔 거야 네신길로 공부도 조신길로 던디마 기타야 라마시용거리 아니 지티 샹고 거야 신길로 다 포토멘도 마지다 기파트니 만로 스무자시 용거야 그래서 마다 저 사상 다 토마티 시겨도 지청에 시키죠 아니 지티 샹고는 시키죠 아니 지진 잠비엔 시키죠 던디지다 착요르다 那因为以观想自量天来说的话，那就是所有的传承，要包含所有的传承的祖师嘛。所以呢，代表身见派的文殊菩萨，以及代表广行的这个传承的慈氏菩萨。那还有呢，就是属于加持派，金刚持佛。那这些所有的传承的祖师都要列入自量天的观修当中。Tā tīndi ndi tsamala, chamru chidi tsamala, kati na shikyamne mahmū tīndi sētta yuwa kāpli yuwa na, tūmba chum tīndi kurāng chīgu samlō tānā yuwa chikirī, ane pāpa shēndi zi kurāng chīgu samlō tānā yuwa chikirī, tī mūsīgi khyabra shita shita yuwa maari. 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我们个人的相应程度啦。一开始大家没有办法对于整个自量天都完整的观想，这时候可以针对于自己比较相应的是哪一尊佛啊？假设对于导师四尊相应，就只要观想导师四尊就好。那么假设呢，相应的是文殊菩萨，那就观想文殊菩萨就好，这个倒没有什么关系。人不更多。主要他们就。因为呢，那得啥个咯？就当地说是，卡卡地区安尼，那啥吧当安尼，看顿节吧当，安尼让大家得跟孙亚南先得，上大家蹲吧的安尼，讲究的啦，安尼明白讲，人家重大节个叫啥？因为得节日上吧啦，安尼圣地，干啥？你给我什么的？给球球来啥？得看得起，钱包也不没法等得起，给都给来啥？Tati kaya ma tangbo ni samlo tenpo tenri yang kore. Samlo tenpo yungu me di zama na nga zo tangin zin trimna pento yore zi keja te shige yoro. Ta ina kaya ma kina tumba chumde ni shichigun do samlo tong. Ta tani shi tanga ti pike tumba ti simni je ma chiga chi. O tan di nga je chiga me samche samlo tenri tangche ani sa ina ani ti zi pento yore shi. Tangbo ni tinlongi tangan di samlo zima tangime andi. Tumbarang samlo tangdegi, tangah karma chonga degu nanda, nishe degu nanda, tanishiga, ani tus degi samlo zi tangana, tisi khepariyo, ina paru paru tisi jembala sempro na shirashira nengayo mare. 然后再下来这个问题，说到持咒、念诵、观想、圣相，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要怎么办啊？这个是很多人容易产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够说太苛责自己啊，就是当这些念头产生的时候，不要太过的去苛责自己，或者是去着重在那些念头上，这样一来反而你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呢。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开始可能因为我们的练习不够坚固嘛，我们的皈依的心也好，我们的善心都不够坚固，就很容易跑到一些念头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本心抓回来，持续的在这个境上专注，也不要太过去琢磨那个不好的念头。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心再拉回来，再拉回来，慢慢的那个念头就会淡掉，然后慢慢的皈依的心。啊，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念佛，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坚固。